该吃啥？喂，怎么？你那个肚子儿，他是那个那个的嘛？他是那个镇城山是吧？你混的是吧？我看你现在我就带了几个木匠。那是你了。那高头，高头不那是吊篮可以固定呢？当时站的脚，现在脚盖了，你可以把手举了，不得了。快点啊！在山上等车，这个把这桥来就等车，那个那个跟黑公交车上的方法没一点儿一样。